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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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猫蓝火那个哒哒哒哒哒。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我试试吗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吗？试试还是咋的呀？啊，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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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寒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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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跟我打着了，没有加特林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，你个傻。我买把短枪，打个劲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不行，不敢接白球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我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等我挨着防火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集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班长，我还有一万，我只有一万。喂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你们经常的学历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天赋优势，也只有你这些老师。